大家好，我是胡福骑社。我们这一期的话呢，还是给大家开箱《龙与地下城》这部电影的周边产品。今天来给大家讲的是黑龙。黑龙的话，在这一次的周边产品里头呢，居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除了这个骰子之外，后面还有一个这么巨大的，有人说它是饮料杯了啊，因为在这个桶子的上方有一个孔，可以让你插吸管喝饮料。但是我个人觉得呢，你抱这么大一个杯子在肚子前面喝饮料，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个塑胶里头你倒饮料下去有什么疑虑啊。那我个人的倾向是呢，它应该是可以让我们放骰子的了啊。当然是《龙与地下城》的标准骰子，甚至于说呢，这种我们上次给大家分享过的这个骰子的话呢，它还是刚好可以放进去的。所以这里头应该可以估计可以放个4颗吧啊。所以说这个杯子的话，或者你叫它是一个桶子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呢，它有一个这个楼梯斜坡下来，一个螺旋形的下来，你完全可以把骰子的话呢，20面骰什么丢进去，让它滚动之后呢，从这个地方跑出来，就可以知道结果了。所以它根本就是一个跑团用的小道具，非常非常的有梗。那这个网络上如果你要单买的话，台币大概是700多块钱。那我是直接买电影的套票，直接送的啊。但是就是连电影票，这样子是860几块钱吧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这黑龙的部分，你说做的精不精细嘛？这个毕竟是一个周边啊，而且是一个比较美系的东西啊，所以你也不要太指望说它可以做到很精细。但是所谓的这个黑龙嘛，对不对？在《龙与地下城》里头呢，又有一个绰号叫做"骷髅龙"啊，就是它的头的话像骷髅啊，这个基本上做的也是挺有模有样的了啊。那除了这个黑龙的杯子之外，其实它还有一个大焦的黑龙啊，但是那一款的话，目前我没有找到，网络上我现在也没有买到啊。那有机会如果入手的话，再给大家做开箱好了。那今天的这个黑龙的这个骰子的话呢，大小跟上次的 Beholder 是一样，但是呢，原来像 Beholder 这个地方19，它是有凸出来的，但是这款黑龙它全部都是平面的，所以它的一个分配来讲会更加的平均，滚动的时候呢就更加的一个自然了啊。那骰子的部分呢就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哈。这个标志的这个《龙与地下城》的这个 mark 是一个绿色，那这个也是这款黑龙的话呢标志的一个配色了啊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好了。它的变形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哦，非常的精彩。这个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什么呢？这个几乎就是一头龙宝宝，这个缩在里头的样子。这个尾巴的部分呢，把它给整个翻出来，翻到最后面，然后呢，顺着这个，我们先把这个翅膀往上推一点，再来怎么样呢？把这个脚给放下来，龙头给伸出来，手的话呢往前面伸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转轴的一个缝，这个缝的话呢，我们直接给它翻转180度，哇，这个就感觉很厉害了啊。尾巴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它全部的伸直打开，整个伸直给打开。脚的话呢，往前面放下来。那它的这个足部呢，这个球冠呢比较松，有时候会掉啊。在变形的过程中，或者是把玩的过程中去掉落，是非常有可能的。放下来，到这边，好。脚的话呢是保持这个形象啊，大腿往前、往后、往下，啊是这个形象来分配。然后呢，翅膀的话呢，透过这个地方圆形的这个转轴，把它往下面转下来了。然后呢，翅膀能够打开的部分，尽可能的把它给打开，那看起来更加的霸气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一款黑龙，把这个手啊，一样做一个反转。它的手跟脚呢，在收纳成骰子的时候呢，都是要做一个反转的。好，OK，平放到桌上，让各位看一下。它这个四足都着地的一个龙形态，我这么说好了啊，在我的印象里头呢，标准的龙啊，就是西方的这种恶龙啊，它是要四足着地的啊。那现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头的龙的话呢，都是手都是直接变成翅膀，然后这样子按在地上，啊，在我看来那个就不叫做真正的 dragon，那种顶多叫做 wyvern 啊。好，那这个四足着地的龙的话呢，就真的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个真正有力量的龙。它的嘴巴可以张到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。两根的这个角的话呢，是延伸到前方来，看上去就非常非常之邪恶。绿色的眼睛，头的可动呢，远比我想象中来得好啊。你看，这样头可以抬起来，也可以往前伸，左右还能够动啊，这里也能够转，非常的赞呢。然后手有2处，加上这个地方。
一处、两处、三处的关节。腿的话就更多了，一二三四啊，尾巴啊也是有多重的关节，还这边还可以转啊，这里能够上下动啊。这一款黑龙的整体变形的一个乐趣度啊，还有这个惊喜感呢，是完全是比上次给大家分享那个 Behold 的要强上非常的多啊。但是呢，它的身上啊，头部的这个部分呢，都是软胶部件去做的。你长时间的以骰子的状态来做一个收纳的话呢，把它安置在这个骰子里头硬塞的话呢，时间久了可能对塑胶没有那么友好了啊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各位就把它变成一个龙的形态来做一个展示，对这个玩具的保存呢会比较好一点。那非常精彩的一款《龙与地下城》的周边产品，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